要进来啊？这么晚，学校门都关了，你又回不去，当然在这睡了。可你这就一张床啊，总不好让你睡地板吧？谁说我要睡地板了？你不会要我睡地板吧？就不能我们两个都睡床上吗？这个床这么小，两个人怎么睡啊？这床是有点小啊，改天订张大点的。今天勉强挤挤吧。不行，我睡相不好，会在床上滚来滚去的。我知道啊，你放心，我睡觉很乖的，你就当我不存在。来吧。你慌什么？我哪里慌了？我就是喜欢这边。不能。我能干嘛？就一床被子。你是想冷死我，好找下一个对吧？你是想憋死自己，好让我孤独终老是吗？来吧。来什么？你不是？你放心，我想要的是我们的未来，不是现在。